人类一直在用双手创造世界，在创世的过程中，用近乎自然的方式对世界率先采取行动，无惧环境与言论，无惧困苦与未知，执着释放自己的活力和能量，即使黑暗独行，即使屡败屡战，匠人就是自然的斗魂。今天我们来到这里，让我们既歌颂迅捷，也致敬缓慢，致敬时间里的坚持，致敬空间里的沉迷，致敬初心，致敬归宿，致敬时代，致敬匠心。